喜欢即时战略游戏的玩家一定知道的《红色警戒》系列推出新的同名改编手机游戏啦。本作改为 SLG 战争策略玩法，并以原作熟悉的画面、音乐以及军械来呈现。随着建筑工厂升级，可以解锁和升级其他设施，这样就能够生产更多部队，强化基地战力，抵抗敌人的进攻。玩家之间的互动也是游戏重要的一环，是要保持敌对还是合作关系，就看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咯。游戏中还有简化原作玩法的战役模式，看着这画面有没有找回一些当年的情怀呢？